而家嚟到自己區會嘅中華基督教會扶倫中學啦。咁卡洛斯今日嚟做咩呢？事完咧，舊年咧，我哋已經去參加過一個風力發電比賽。咁當時咧，卡洛斯咧就做呢個評判。舊年舉辦風力發電比賽嗰陣時咧，就係只係小學參加啫，同埋舉辦嘅地方咧係董子堅中學。但今年咧，我哋就改變啦，有三間學校一齊合辦嘅。包括啦，中華基督教會扶倫中學啦，咁仲有就係新界喇沙啦，同埋南屯門官立中學。咁咧，我哋就分開咗咧，係三日啊舉辦呢個初賽嘅。咁啊，到最尾咧，呢個總決賽咧都會嚟到扶倫中學嘅。咁今日咧就係喺扶倫中學嘅初賽。咁啊，卡洛斯當然亦都係做評判啦。嚟到扶倫中學啦。好多小朋友已經嚟曬啦！咁啊，個禮拜度，咁你咧就每份有個名啊，譬如嗱，呢個係你嘅 ，OK， 咁你全部齊啦。咁啊，你係俾 STEM 元素改造。同埋盡量即係咁樣係一組嘅啫，咁你就要抄翻佢參賽編號咯。明白。07，咁跟住圈咯，圈完之後寫個總分就得噶啦。係，有咩事就手問我哋先，淡淡定定係啦。咁因為清清楚楚根據咗個負責案，咁你哋要睇呢樣嘢。我哋揾個風機去吹佢，咁佢啊轉動，轉動咧就即係。你知道摩打就可以做發電機㗎嘛，反轉頭咁啊，即個動能變翻做電能。咁我哋睇睇佢效果點啦。嗱，5.1W 同埋10mA 係嘛？係。係啦。呢個就 A4 報告咯。即嚟咗參加，係啊，係咪就係我介紹你參加噶？好似係，冇錯，係咪啊？好似我叫我介紹你啫，景 Sir 介紹，係啊，你邊間學校啊？何明華會讀銀禧中學，銀禧掂唔掂啊？依個效果如何？有冇 check 過？唔錯 ，OK， 我今日好盛大啊，好多人啊，因為初中到小學都有。我嘅師爺何明華老師。是美邦大學同學，有請中華基督教會扶倫中學施秋華校長為我哋致公名詞。早晨，早晨。好啦，大家咁有機會嘅回應咧，我張打今日咧一定可以有好好發揮啦。香港科技教育學會嘅名詞更加嚟緊。我哋會將整個流程再做得順暢啲，希望大家可以喺最短嘅時間就做完所有嘅比賽，同我哋進行翻咗嚟啊！咁佢再會分 A 集同 B 集 ，A 集同 B 集，跟住呢度2号機 A 集 B 集，3号機、4号機、5号機同埋6号機。各位大學老師、各位家長、各位同學留意。呢個位咧就係咧扶倫中學嘅校長兼校長，好多謝咧佢今日咧都邀請我哋。咁你睇下係唔係有啲學生咧揾得好啊？你係睇 STEM 嗰邊？係啦，我睇 STEM。你咧？我睇個 design 嗰度。design 報告啊嘛。曾亮老師，小學嘅。哦，依度啦。所有評判咧，好認真去評論每一件製品，佢嗰個實用性啊，個 STEM 元素製作工藝係嘛？摩擦力咁大嘅，而家嚟參加協和小學係嘛？點啊？做成點啊？做成點？做成點？做成點？點緊啊？
俾心機，好，努力啊，努力努力 ，OK。T1035 1A。小學組的評分已經給完了，中學組就來做測試了，今天差不多完成了。第三場的初賽順利完成了，但未完的，因為去到11月19日呢就決賽，到時呢在三次初賽呢得出來的得獎人士呢就會在這個決賽呢見面了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這裡了，我是卡洛斯，喜歡影片的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，拜拜。